你说相思赋予谁？段云雷啊，哎，你知道你每次唱到这里的时候，会带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我就是感觉啊，嗯，我像一个观众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干嘛像啊？嗯，我就是，是吗？不是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不是有观众站你边上的吗？还穿一个跟你同款的大褂。行行行行行，你那不是大褂。那我这是什么呀？德云社 VIP 钻石金卡。对，不什么意思呀？就说你听相声不花钱。对，不是你说这话多恶毒啊。我怎么恶毒了？我都不好意思说你。我都、我怎么了？你说你有创新吗？嗯啊，你除了相思赋予谁，你就是探清水河，一返场就探清水河，一返场就探清水河，以后再没创新，返场我唱啊！行行行了吧，好什么好？你探清水河呀？我探松花江。松花江，我探去吧。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冻上了。我是说，你也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也展示展示，是吧？我也唱一回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哎哎，干嘛？你唱不了。废话，你老搅和我，我是唱不了。人观众对我都有要求啊、嗯，人家都这么说的。九郎，九郎，你要唱哦，你要自信，你要一展歌喉。No， 对我的要求，知道吗？你理解错了。他们不是让你一展歌喉、啊、那让我什么呀？是让你歌喉。对，让我自杀是吗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那根本就不是那意思、嗯、不是，我也承认我在唱上跟你是有一点差距，但这差距他也不赖我呀。赖谁呀？这我觉得啊，都赖他。谁呀？还谁？就是他。谁呀、啊？这个人，就是他，我呀，我从小谁呀、啊？谁？谁谁谁？他谁谁谁？他，还不明白啊？汤风暴雪，上塞北那位，你嚷嚷什么呀你？行了，别提了，知道了，磕着了吧？真是，哎，我知道了，你说的是那位，啊，可不就是那位吗？啊，你说我也纳闷呢，哎，你说咱俩都是他教的，怎么差距这么大呀？是我也纳闷呢，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？你呀，净找那个客观的理由。我不没有。你怎么不说自己不用功啊？哎，我告诉你、啊，我还挺用功的，知道吗？你用功，我可用功了。你能有我用功啊？不是，你能用出什么花来吗你？你就是我小时候，嗯，他教我背的那个绕口令。哦哦，光假牙我就换了四副。您听着，真的，您不，你先等，你先等一会儿。练功怎么还有假牙的事儿啊？主要绕口令缺德。哪一段啊？就这段啊，那个黑化肥发黑。哎，你等一会儿，跟着，这是什么意思呀、啊？牙飞了。对。牙都飞了，哎，就照这么练，不用多啊。半年之后你再看怎么样啊？字字清晰，看着像大舌头。就这你还舔脸往外说的，就这还我怎么了？怎么？我要是你我都不好意思提，知道吗？这教你这个呀？教你什么了？什么玩意儿？教我？教你什么了？教我才好呢！嗯、哎，说出来我被吓疯了都。哎呦呦，你说说。教我的，我开蒙 啊！我看看怎么吓着我了。吓疯了你！嗯，开蒙我学的啊。罐头。吓疯了！罐头，你是不是要变异呀、啊、你啊？什么叫变异？你嚷嚷什么呀？罐口，我背过。什么罐口啊？好多呢、嗯，什么什么地理图啊，八扇屏啊，报菜名啊，羊肉饭。打住！报菜名。那当然了，我练完我也是字字清晰，我也是。就那罐口，哎，我能罐口啊，罐口，我给你展示一个吧，好吧？不用，我请您吃。打住，不吃了。你说了吗？我就不吃了。不是，不让背了。就这么干背啊？来点生蚝啊。
生蚝像话吗？干背干嘛呀？你一个人背啊，没有意思。哦、哎，这么着啊，今儿我跟你一起背。俩人怎么背啊？我背到哪儿呢？哎，你往下接。哦哦哦，第一呢，考验你这个基本功。第二，考验你这个反应能力，看看是不是他教出来的。哎，有点新意，成不成？那您先张嘴啊。我先来啊。好来，哎，我请您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什锦酥盘、熏鸡白肚、清蒸八宝、猪江米、让鸭子、罐野鸡、罐鹌鹑、卤湿店、卤子鹅、山鸡、兔脯、菜蟒、银鱼、清蒸哈什马、烩鸭丝、烩鸭腰、烩鸭条、清拌鸭丝、黄心管、焖白鳝、焖黄鳝、豆豉鲶鱼、锅烧鲤鱼、锅烧鲶鱼、清蒸甲鱼、抓炒鲤鱼、抓炒剁虾、软炸里脊、软炸鸡。对呀，我饱了。瞅你那点出息，哎，挺好。就冲你这饭量，你就进步不了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不是说咱搁一边，你说唱唱，他教的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啊？他根本他就不是一视同仁呀、啊。不是，哎，你看小时候啊，教咱们唱那个《大西厢》里边那个云苏调，那同样的教材呀、啊，怎么教的你？怎么教的我呀？你看。你这属于抬杠，怎么了？这每个人的发声位置不一样。你再说了，他都说了哪句？一个猴一个栓法吗？不是，你这属于强词夺理，知道吗？这样，当着大伙儿，咱把这云苏调咱们唱一唱，好不好？我必须当着大伙儿这面，哎，我就证明，他教的时候根本他就不是一视同猴。唱一遍啊！来来来。次日清晨，我辞别了老高命啊！哎嗨哎嗨嗨哎嗨哎嗨哎嗨呀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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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办案人等我上了波龙马呀！哎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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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叫一声我的儿，你是否答应啊？哎哎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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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说给我设计这句啊，我能答应吗？知足吧啊！怎么了？能教你这个就不错了。就你说话都跑调。不是你这人说话怎么越来越恶毒啊你？我怎么又恶毒了？废话，你要说我唱歌跑调、唱戏跑调，我都能承认。但是我说话，不可能跑调。能跑调。我确实冤枉你了，我不可能跑调。那我还得说说你，从来不跑调。你身为一个捧哏演员，你应该在捧哏上面多下功夫。不是，你说这点我意识到了啊，我不光跟他学呀，他搭档也没少教我呀。他搭档教你什么了？哎，摇滚。来啊，那给他来一个金曲，哪一段？学猫叫。摇滚版 ，Come on！ 还真快，喵！完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回来，谢谢，你给我上来，哎，给我上来，哎，上来，这挺好，这个有默剧啊。太高了啊！回来了，我行了吗？行了吗？干嘛？安可是吧？安可站好了啊！完了，没看过瘾是吧？我给你来一特写啊！你不嫌恶心啊你啊？啊？多好！你真够丢人你！一点我都不丢人，多有新意啊！多创新啊！创新有什么用啊？你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，两者结合。这样怎么结合呀？听听啊，他是怎么教的我。你能唱出什么话？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一起喵喵喵啊啊喵喵喵喵喵喵。还真挺好听，
喵，这叫结合。哎，这都是他教你的吗？创编技巧他教的我。不是，你说你这么优秀，我唱成这样了，不是你说咱俩说的是一个他吗？怎么不是一个他呀？那怎么差距越拉越大呢？你呀，你忘了根本。啊，你忘了他教我们未学作艺先学做人，下辈子他还是我师父。假如有一天他年华老去，我会在他的耳边唱起他最熟悉的旋律给他听。说天晴，天也不算晴，天有日月和星辰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人。说地轻，地也不算轻，地长万物似黄金。顾老师感动了，生命多利有多少载，看罢新人看旧人。这个点真挺感动，胆子挺大，相声用那个温情比喻，这点我特别的佩服他，能把这一段对师傅的这种情谊编在里边，真的特别的可贵。张云雷、杨九郎现在挺红啊，当然了，离不开大伙的支持和鼓励。现在有没有什么苦恼没有？你们两个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俩了啊，现在站台上我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。对，就是不能再任意的胡说了啊！这就是说，艺人到一定程度要有责任感了，你不能胡说，不能瞎来了啊！做艺人嘛，我老说那句话，最难的就是我们这行。你说灵气儿、炒作出来的知名度，这些个，它随着时间的推逝都会没有的，一切烟消云散。最后，其实拼的是个人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啊！希望你们努力，好不好？哎，说。请张云雷、杨九郎到待定区休息。